由春风、宋云桦及柯震东主演的新电影，请问还有哪里需要加强？再度掀起巨大的台式浪漫。而这次春风和女神演戏，一开始还害羞到不敢直视眼睛，就连身边的朋友都很是羡慕她。比较羡慕啊，对吧？对吧？谁最羡慕？朋友们啊。那洋葱来客串之后，没有想说，哎、欸，那我也可以，就发现他戏超到底没有送你。洋葱那个角色太适合他了。对啊，自己直接无人选，你看建智都没机会选这个电影。建智上次还陪我们一起在台中一起宣传，然后就想说还跟200个粉丝一起拍照，哇，我都想说他来这个工作，这个也太有友情了吧，太义气了。就是有人跟他说，哎、欸，演的很好。对。需要你划自己的吗？是吧？你平常都在划手机啊？没有，不是你刚刚才说要商业互捧，那马上什么意思？没有，他平常手机要关机了，平常没有在划手机。没看过他有手机。对，没看过。从头到尾拿着剧本一直在盯着。对。散弹，对，散弹枪，然后他是拿什么枪 ？M4， 不是唯一一个不能笑的。本来超吵的，超吵。然后我真的人生很少 NG 笑场，但我真的不行，而且他都直接笑，我看到他笑我就停不了。他现在商业互捧又乱讲，他说他人生很少 NG 笑场，我都一直笑。哇，好不专业哦！看完这个花絮，大家应该都懂了什么哦。